进入盛夏，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整个人身体困重、乏力、极易疲劳，食欲减退，怎么睡都睡不醒，头昏昏沉沉的，大便也十分黏腻。看似很多的问题，其实都是一个问题，湿气重。国医大师陆志正曾说，湿非一病，百病皆知。形象的说，湿是咱们身体的垃圾，是沾着的脏东西，体内有垃圾必然影响咱们身体整体的健康情况。比如说风湿性关节炎、湿疹，包括某些头痛、眩晕、失眠、高血脂、冠心病、中暑、大厦、痛风、泄泻、中风、高血压等等，都与湿邪有关。盛夏来临，暑多邪湿，湿气作乱更加猖獗，尤其南方还是雨季，人们就像是蒸笼中的包子，无时无刻不在被水气所包裹，想象一下随时都泡水里的感觉，能不生病吗？三步自查体内湿气，体内湿气咱们自己看不见摸不着，如何知道湿气重不重呢？其实有这三步就能自查是否有湿气。检查水肿，用力按胫骨，按腿的内侧胫骨面3-4秒钟，这个骨头面上没有肉，所以按起来不应该有坑，但如果有一个坑，这就是水肿的表现。一般有这个问题的人在脱袜子的时候，袜子印也特别明显。检查手指根，看有无青筋，指根的地方如果看到一些青筋、青色的血管，也是体内一种湿气的表现，一般南方人的手上会比较多见。检查舌苔，黏腻必痰湿，如果舌苔颜色不白或者不薄变厚了，那么就出问题了，嘴里面发黏，就好像有丝儿似的，就是感觉黏糊糊的那样子，体内 80% 就已经有痰湿了。还有一点，自己早晨起来的大便是不是比较的黏，水冲不干净，那么痰湿已经找上你了，每天喝点它，水湿排光光，很显然如何祛湿成了七月的头等大事。今天请来两位名医给大家推荐几个特别简单的祛湿小方子，别看方子简单，祛湿的效果却十分犀利。七月祛湿不妨从代茶饮开始，在此推荐玉米须茶、藿香荷叶茶、枸杞薏米茶三款饮品，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。玉米须茶，取50克左右的玉米须，用开水冲泡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喝了。方解，玉米须性味甘平，有益肝、胆、肾等经脉的作用，并且有利水，促进体内多余水分代谢的好处。夏天喝玉米须茶还有凉血泻热的功效，不仅能够排出体内的湿热之气，还具有抗结石形成的作用，全家人都可以喝。提醒，现在正是吃玉米的季节，煮玉米时别拔掉玉米须，等煮好了玉米，保住玉米的水倒出，用玉米水代茶饮。如果脸部浮肿，可以加入益母草和丹参。玉米须能利尿、祛湿、消水肿，益母草又活血利水的作用，丹参则有助提升、加强气血与淋巴循环。藿香荷叶茶，取20克藿香、20克荷叶，开水冲泡半个小时后就可以喝了。这道茶夏天喝起来觉得非常清爽，能够帮助驱除体内的湿气。方解，荷叶清香生散，具有清心解暑、消风祛湿的功效。藿香能驱除湿气，消解暑热，取藿香30-50克煎汁，泡脚祛湿效果非常棒。枸杞薏米茶，说到祛湿当然离不开薏米了，不过薏米最好炒过后再泡茶，才能达到祛湿且不伤根本的效果。食材，薏米300克，枸杞子一把，红枣2-3颗，冰糖水适量。做法一，将买来的薏米剪出杂质，用清水淘净并控干水分。二，将薏米放入平底锅中，锅中不可放油，开小火翻炒烘焙薏米，直至炒出薏米香味即可关火。三，将红枣剖成2半或割开口子放入茶壶中，如喜欢甜味可放几颗冰糖，再放入备好的薏米，冲入滚烫的开水，
浸泡5到10分钟即可饮用。水半温了再抓一小把枸杞子放入。功效：薏米有利水消肿，健脾祛湿，舒筋舒臂，清热排脓等功效。胃常用的利水渗湿药，薏仁枸杞茶养肝明目又利水祛湿。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杨增良，夏季祛湿除了可以使用代茶饮之外，还可以选择美味的祛湿粥。在此推荐利湿酱汁粥，这个粥可以长期喝，至少保证一周喝两次，健脾化湿，减肥美容，功效很多。利湿酱汁粥，冬瓜带皮150克，炒白扁豆15克，玉米茶60克，鸡头米芡实30克，一长把煮粥，久服。方解，冬瓜皮利尿作用非常强，冬瓜利水消肿。炒白扁豆要去药店买，健脾化湿，多余的水走二便就排出去了。玉米茶也能健脾化湿，排出身体多余发的水分。芡实同样是祛湿高手，还能补肾固精，两个法子让祛湿效果翻倍。注意了，除了食疗，如果配合祛湿不喝祛湿血，祛湿效果绝对是所向披靡。一、祛湿补，为什么湿气大的人腿容易肿？因为湿性下注，湿的重点是在下面，所以走的时候着重对于腿的锻炼。怎么练呢？湿气大的人可以这么散步，双手叉腰，后面的腿往前蹬出去，脚尖勾着蹬出去，走的不用太着急，走稳一点，慢一点，只要把腿抖起来，气血循环就舒畅开，经络就疏通。祛湿步其实就是一个蹬腿的动作，我们这样走起来，它特别有效，可以促进腿的气血循环，腿的气血循好，湿气就能很好的消利出去。二、祛湿穴，阴陵泉穴属于脾经上特别好的健脾利湿、消肿利尿的穴位，可以说是祛湿第一穴。祛穴方法，做好有仰卧或正坐的姿势，胫骨内侧磕靠下方45度凹陷处，就是阴陵泉穴位的位置。按摩方法，取最舒适的体位座位，仰卧了均可，用两手拇指按压在两侧阴陵泉上，按而揉之，让刺激充分达到肌肉组织的深层，并产生酸、麻、胀、痛、热或走串等感觉，维持一定力度，用拇指对局部肌肉进行左右弹拨，每次按揉5到10分钟，每分钟按压15到20次，每日2到3次。选灸方法，按条点然后放于穴位上方约3厘米处，使局部有温热感而无灼痛为宜，一般每次90到15分钟，以局部潮红为度，每日一到两次。湿气是百病之源，七月是祛湿的最佳时机，不要错过啦，赶紧告诉家人朋友吧。 SLXRSJ 双流人设，扫描二维码关注，及时了解就业、社保、医保、劳动监察等政策信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